哈喽呀朋友们，今天依旧是早起的一天，早晨的空气可真好呀，跟我一起遛狗散散步吧。散完步准备回家了，换个鞋吧，家里好像有点脏，得搞卫生，狗子进去洗脚了，家属给狗子洗脚脚的时候可真乖。我也洗洗手吧。狗子回家把客厅地面都踩脏，让石头来帮我吧。小爱同学，让石头打扫卫生。辛苦石头先出动，帮我清洁一下地面。我就先去做个早餐。
我在这里放了个手机支架看剧，做饭就不会无聊。今天做个手抓饼香蕉醋，卷起香蕉切成块，打一个鸡蛋，再蘸取蛋液，撒上芝麻，放进烤箱，200度15分钟就可以出锅了。做法很简单吧？再煮点蔬菜给狗子吃，准备吃早餐了。一个又一个，我和家属吃得很香，狗子吃得也很香。石头还在客餐厅勤勤恳恳工作，把地面的毛发和脚印都清洁干净了。5100帕大洗礼和1分钟3000次声波震动擦地板果然很厉害，狗子吃搂在地面的狗粮一下子就清干净了。看看这个小聪明，遇到地毯还会自动抬起拖布，只吸不拖，很贴心了。吃完早餐，咱们各司其职，我来整理厨房台面，碗归家属洗。石头也进来厨房工作了，掉地上的早餐残渣过一遍就搞定了。去卧室换个床单，周末的时候会和家属一起把家里整理下。这个床垫太高气确实不错，整理床单也很方便。床底就靠石头帮我清理了，它会自动开启红外补光，轻松打扫。打开给你们看看这个全胶主床，不怎么缠毛发，对于掉发多的女生和养猫狗的家庭很友好。把换了的床单拿去阳台洗了，顺便浇浇花草。最近在学习怎么养花草，挺有意思的。阳台地上的水渍和落叶就让石头来帮我清理一下吧。家属都好奇他干活这么久，拖布怎么还是湿润的，其实是因为自带了水箱，一边拖地一边会给拖布自动补水。和家属一起再把客餐厅整理一下，用粘毛器擦一下沙发上的毛发，家属负责清洁餐厅那边的卫生。搞完卫生，家属和狗子玩起了扔娃娃的游戏。还好石头有避障功能，地面上有东西也会精准识别绕开。它还会定时回鸡蛋清洗抹布，洗完的拖布可真干净，鸡蛋也会自己清洗，真是个爱干净的扫地机。没错啊，顺便给家里一些日用品补补货。客厅这个电视柜我收纳了很多日用品和清洁用品，喜欢家里的东西整齐又好找的样子。石头工作完回鸡蛋自动集尘，里面有个尘袋，2个月丢一次就可以了，很省心。如果安装了自动上下水就更方便了，连水都不用倒了，懒人福音啊。终于可以休息了，周末宅在家里休整一下也很不错。大家都在看什么剧啊？我都是随机看，能看下去的就是好剧。快中午了，家属去厨房准备做饭了，看着他在厨房忙碌的背影可真幸福。我等着吃午饭了，朋友们下次见。沉浸式回家。